每年的清明节，我都会来到青海，来到原子城。一辈子了，哪儿都不如这儿熟悉。这里空气的味道，美丽的青海湖，金黄金黄的油菜花，看着凝聚着我们汉水的一件件作品。劳动锻炼、爆轰实验，这些词句又一次回响在我的耳边。当然，梦里见到最多的还是那些朋友。60年代初，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怀揣着理想，为了祖国的国防事业汇聚到了这里。221这个名字从此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。看着这些照片，当年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。我最最亲爱的战友们，王科长，您找我有事儿？李文新同志，祝贺你啊！这次二级部来选人，他们的条件很高，可以说是又红又专，非常的严格。咱们学校那么多的老师跟毕业生，他们只选中你了。小林老师，你可是咱们学校的骄傲，我祝贺你。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，我一定会努力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。文心，我不同意，你就死了这条心了啊！妈，我能去那儿，多光荣啊！好多人都羡慕呢，抢都抢不到的机会。就是就是，燕芝，组织上能选上咱们孩子，说明咱们孩子是最优秀的，是不是？咱们自己儿子去还嫌不够啊？文心是最优秀的，他在什么地方都能干出好成绩来，为什么偏偏非要去青海呢？哎，你看看你，啊，孩子，这是在跟你商量呢，啊，是不是？妈，您思想也太落伍了，我们年轻人就应该国家哪儿需要就去哪儿，吃点苦，受点磨练，那是好事儿。你在教育你妈呢？不是。意思是，最重要的是国家的需要。你妈你爸就不重要了啊？哎呦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你看，你爸身体这么差，你哥一个大撒把不管这个家了，你再一走了之，你说，你说说，咱们这个家还过不过了呀？啊？可是妈，我都已经答应了，那学校也做出了决定，不能说改就马上改了。行，你不好意思，你脸皮薄，妈脸皮厚，我去说。嗨嗨嗨，坚持坚持，新哥，你看你，你看你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！哎，妈，哎，你不是要到学校上课去吗？赶紧上课去啊！哎呀，你说，这都算什么事儿啊？两个孩子都要去那鬼地方。行，王浩他不跟我商量，一走了之，没问题。我不是他亲妈，对吧？他不认我。可文心是我的女儿，他必须听我的。我坚决不同意。哎呀，你看你，你都说些什么？你听听，你都说些什么？什么亲生不亲生的？啊？
孩子去那种地方，那是优秀的，是不是？孩子自己当然觉得光荣了，咱们做家长的得替孩子从那个角度考虑考虑问题。这个国家就咱们这两个孩子，没别人了。有啊，那是上面决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他们愿意去，咱们就支持他们。如果实在有困难，咱们可以跟组织反映，让组织来解决嘛。咱们做家长的不能什么事都由着孩子吧？他们年轻好冲动，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。你说这文浩去了那个地方，怎么样了？到现在连封信都不来，愁都快把人愁死了。哎呀，别提了，别提我这心疼的疼。哎，咱们把钥匙。我说你呀，一碰到事儿就跟自己过不去，想开一点，好不好？啊？天然的爆红场所，来，坐标多少？97.3，35.2。永华，还得做进一步的考察，把周边的地形地貌再了解一下，争取把这个实验场的位置搞得越近越好。是。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哎。是不是查情报？是查情报。明华，快走！快撤！快跑！快快！好，撤！这边走！咱可是啊，不黑找媳妇儿，别看错了。金银滩的天气啊，真是三岁孩子里啊，说变就变。真是温泉不住店，吃花虾不吃饭呐。温泉不住店，就吃花虾不吃饭。就是说高原缺氧，一睡就醒不过来，饭煮熟，明白了吗？哦，又学了一个成语，温泉不住店，吃花虾不吃饭，很好。再来，不可能说。就能退烧了。你放心吧，我阿爸以前当过藏医，草原上人生病都找阿爸医的。啊，那太感谢了。
大本营，大本营，呼叫大本营，我们是二号小组，收到请回话。大本营，大本营，呼叫大本营，呼叫大本营，收到请回话。我们是二号小组，收到了吗？我们是二号小组，收到请回话。大本营，大本营，大本营，收到请回话。呼叫大本营，呼叫大本营。怎么样？有信号吗？连噪音都没有。哎呀，沈队长，外面的路怎么样？外面风沙太大，根本就找不到路。王立夫，一直在发高烧，刚刚稳当点儿。文浩，跟大本营联系上了吗？电台摔坏了，很严重，修不好。柔南大哥，怎么样？情况不太好。很危险啊！沈队长，那怎么办啊？你还问我怎么办？我让你睁大眼睛看着到了，到了你还给我弄出事儿。阿鲁叶夫没事别管，真的有事儿，看我回去聊聊。队长。你别生气了，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。就怕阿里耶夫坚持不住，咱得想办法把他送走。现在能有什么办法？阿里耶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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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坏了！阿里耶夫又冲了！阿里耶夫，哎，人肉，快快快！阿里耶夫，组织攻击，水，拿水来！阿里耶夫，快，快快快，扶着他的头，快点，快点！按住了，按住了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别呛着他。哥们，你说的，赶快把你三叔叫来，多叫几个人来，然后再弄出担架来，快去，快去啊！三爷，快去！龙大大哥，龙大大哥，这么大的山头，可行？哎呦，我的同志，沉不沉也就这样了，再不能就出人命了，抬！亏你们送来的及时，不然的话会有后遗症。现在在医院休养一段时间，很快就能出院了。你们接下来的工作一定要谨慎，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意外发生，特别是要保护好外国友人。苏联科学家出了问题，就是外交问题，处理起来会很麻烦的。苏联大使馆的人到了没有？快到了。好，我们走。李文浩，蓉蓉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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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是在青海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们一个同事受伤了。哦，你妹妹林文心呢？我前两天看到她发表的一篇新论文，水平特别高。真的？嗯。你看我最近忙的连家都没回，没见着她。哦，是吗？你先忙着，咱们回头再见。那好，蓉蓉同志再见。再见，文浩。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哦，我回来几天了。回了好几天，你怎么也不知道回家一趟？爸妈身体都好吗？好。八天天喝汤药，病得很厉害。哥，你就算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这次就回来一趟吧。嗯，小妹，哥真的抽不出时间来。这样吧。你如果想见我的话，来趟招待所好吗？小美，我告诉
都很自私，就希望你能一辈子留在他们身边伺候他们。哥，你这想法也太狭隘了吧！爸妈希望你留在身边，那是希望你好，为了你安全，你有难处能照顾你，你别曲解了他们的好意。哎，那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换位思考啊？看看自己的孩子是怎么想的？祖国教育我们，是让我们留在他们身边当佣人的吗？什么叫大爱无垠？服务于祖国，服务于社会，这才叫大爱。哥，我不跟你争论，但是我希望你知道，妈对你是没有私心的。你从小到大大病小灾的，她没少为你操过心。你上大学的时候那块上海牌手表，你知道她是怎么买的？她是把首饰卖了才给你买的。所以啊，你不要那么情绪化。我情绪化。小妹啊，你是没有经历过那种场面，那种气势，打着拍子，喊着口号，几万人集体工作的场面，一切困难，一切艰难险阻，在那里都不是问题。你是一名人民教师，你不要忘记，你做的决定要为将来那么多学生做表率。哥，你说的所有的一切，我都能体会得到。我也特别想去。好啊。但是妈一提到这事儿，她就急，弄得我真是左右为难。哎，你这次回去啊，你千万不要跟他们提我的事儿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能处理得好。你回去只要哄哄他们，让他们高兴就行了。小妹，我不是都说了吗？我这次我就不回去了，过两天我就要回基地了啊。哥，你去年回来你没回去，你今年还不回去，妈天天都在念叨你，盼着你回去呢。盼什么盼？他跟我什么关系？他才带了我几年呢。哥。喂。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妈没带你几年？哥，情绪化，情绪化。魏组长，现在这帮牧民就是不搬，你看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那历来政府工作最难的就是让老百姓搬迁。队长，那不管哪个民族，世世代代人家住在那儿，你突然间让人家搬走，那谁也不干。当年我在朝鲜战场打仗的时候，那炮弹都从屋顶上飞了，那还有老百姓不愿意搬家的呢。故土难离嘛。但是现在问题是，房子没办法建，试验没办法做，每天跟这帮牧民周旋。沈队长，你看现在新的仪器马上就要到了，这没地儿放啊，这我都急死了。沈队长说，我们给您送锦旗来了，谢谢您帮助我们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大叔，哎，哟，我来帮你，我会。哎，姑娘，工作完全没办法做了，甭着急。
跟大家说，都说咱们是汉藏一家亲，其实我觉得咱们之间啊，没有根本的矛盾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说同志，中国这么大的地方，你们为什么偏要选这个地方呢？因为这儿最合适，是政府和苏联专家一块儿选的地方。阿爸，你查。那天救你们的时候，怎么没跟我们说要让我们搬走？国家有保密规定，我不能随便说吧。你现在说也没有用，我们不会搬的。姑娘，我们做的事情对国家很重要，是为了保护咱们祖国的安全。我希望你们能从大局出发，配合我们的工作。龙大大说：“我知道，您在这儿说话管事儿，大伙儿都听您的。我希望您帮我们劝劝那些牧民，赶紧离开这儿。”秦亮，年轻人，咱什么都不要说了，你就是说破大天去。也没有用，你呀，回去吧。你问妈了？嗯。她说什么？她没说，就一直哭。哥那天情绪不好，乱说的。哥，你就回去一趟吧。你走了以后，妈一直心情不好。爸的病越来越重，整天喝汤药，我这又马上要走了，你能回去一趟，也算是给他们一个心理安慰。不行，我不能回去。我能走到今天实在太不容易了。万一一进家门，看到他们那副样子，一通乱说，那会打消我的积极性，我会崩溃的。赶快加入我们吧，我们可以一起为国家做贡献。你算了吧，你到大街上打听几下，有哪个不爱父母的人还能为国家做贡献？你不要给我讲这些大道理，这些道理我都知道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。如果他们真的在乎我，他们就应该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。你赶快回家去。Thank you.
今天晚上吃什么好东西？哎，我那天买的盐放哪儿了？哦，盐在这儿。哎，应该放在这儿。快进去吧。嗯。爸。嗯，你回来了。嗯。哎，少喝点啊。不是说不喘的时候一天可以喝一杯半吗？半杯，半杯。嗯。你今天凌晨不是喘来着吗？凌晨怎么算今天呢？那是昨夜。喝点水吧。文心啊，嗯，来，还有一个汤就好了啊，马上好。你不是在忙什么？妈。王浩，你。我回来了。快进屋啊。快进去，爸！哎呀，王浩啊，哥，来来，你回来了，来来来，接着接着接着，快快快，坐坐坐，哎呦呦，来，爸，你坐，来，你坐，你坐，你坐，好，那你坐那，坐坐坐，挺好的，爸，挺好挺好。怎么也不发个电报啊？什么时候到的？爸，我回来几天了？啊？啊，对，爸，是我们同事啊，受了重伤，我陪他到北京一块来治疗。一直忙前忙后，哎呀，也不知道你回来，你看也没什么可口菜吃，妈就给你做个你爱吃蛋糕吧。嗯，哎妈，妈，您别忙活了，我在外边跟同事吃过了。吃过了？啊。哎呦，你家在北京，为什么不把他们带回来吃啊？在外面吃又贵又不好吃的。你呀，路上肯定上火了，我给你做个绿豆汤啊。哎妈，您别忙活了，我就是来过来看看你的，我吃不下去了。那好吧，好，跟你爸爸说说话吧啊。爸，嗯，坐着。您身体好点了？你看我都能喝酒了，你说身体怎么样？您身体好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别跟我说话，去去去，看看你妈去。去。妈，您别这样。我知道您是为我好。怕我在那地方受罪。文浩，你小时候身体就不好，一年多也不太放心。你知道你爸他有多担心吧？你走后，他犯了好几次病，人也老了很多。你虽然不是妈亲。妈，您别说，我不是您亲生的。我知道，我们是留不住你的。你一个人在外面，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去吧，去跟你爸爸多说几句话。啊，他身体不好，特别想。爸，我妹呢？我说是给你买点东西去了。好。爸，您身体不好，其实我应该留下来陪您的。但是青海那边真的很需要我们。儿子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爸什么都明白。你呀，到那边是干大事情的，就应该去，是不是？不过你也得理解你妈呀，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是不是？哎，爸，您这身体别拦着我，今天你回来了，我高兴啊。爸，妈的心思我都知道，可是她又没去过青海，她干嘛对那儿那么大成见呀？孩子，有些事儿啊，你不太明白，你妈这个心里呀。有个心结，一直没打开，
将来呢，你会明白的。那行，那你们互相好好照顾。这两天我就要回去了。爸，您可要保重身体啊。还有，我给您寄的钱，您别舍不得花。身体不好的时候，就去医院看看啊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说你呀，写信的时候。 别光给你妹妹写，也给你妈写几句，让你妈放心，知道吗？啊，我叫你妈去。哥，我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，你到时候在路上坐火车的时候吃。你还给我买什么吃的？这给爸妈留下啊。你妹给你买了，你就带着，家里怎么都好说，路上吃啊。 妈，把你的旧毛衣重新织了一下，戴上了。天还冷，别冻着自己。妈，爸，我一定会做出一番成绩，不会让你丢脸。自己保重吧。哎，儿子，等等。爸知道你是个干大事情。 天下的事情呢，国家为先，你们这就喝了啊！爸，妈，保重，你们回去吧。 你送送你哥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不舒服了？啊？那我去医院看看。 别着急，咱们呀先暂停一会儿，下面呢我们请省委宣传部的王部长给大家讲话，大家欢迎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也就说两句。基地的工人跟我们是一家嘛，啊，他们经常的义务来给我们放电影，为我们做好事。他们远离家乡，远离妻儿。 不是到这儿来享受的，是为了我们国家更加的强盛，啊，是为了我们中国人不再受人欺负。我知道，让你们离开自己的故土，离开自己的家园，确实有点太凄惨。但是，你们的这一壮举，将载入中国的历史史册。所以。 我请全体老乡支持他们，支持政府，支持我们的国家。阿爸，我们能不能不走？我也不想走啊。
可那个年轻人说的对，这不是咱们家和一个牧区的事儿，是好多牧区都要办，是国家的大事儿啊。善良的藏族同胞备鞍打马，扶老携幼，无偿地让出了世代居住之地，在美丽的草原上演出了一幕史诗般的迁徙。欢迎欢迎欢迎！这阿里咽喉还没痊愈，自己主动要求回来的。辛苦啊，辛苦辛苦辛苦！辛苦辛苦！哎呀，辛苦！哎，怎么样？哎，还行还行。哎，胖了，欢迎欢迎！那是。这首都可不是白回的，我得抓紧时间补充营养。这个知道吃。哎，小兵，跟你说点正事。嗯，来，你看一下实验报告。好。我们一共是做了6次实验，但每一次都是报错，查了很多原因，温度、湿度、压力都没问题，可它就是不炸。嗯，那我看一看。你给我看看，那些黑色的和灰色的是什么？你是说炸药的纯度不够？不是，这是沙子灰，这地方分沙太大，поэтому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нужно следить за частотой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.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во время работы нужно следить, чтобы закрывали двери. 你听见没有？啊，下回咱们再做实验，门口一定把个人，乱七八糟人就不许他进来。而咱们自己也要注意，沙呀灰。没事没事，мы сейчас нашли причину, поэтому можно продолжать дальше работу. А да, сегодня очень большой праздник в моей стране, День Победы. Мы с друзьями хотим отметить. Я очень помню参加。好啊，兄弟们的节日我们一定参加，好吧？好，先送阿里耶夫先生到住所休息啊，你先回去休息，好吧？嗯。1962年，我们得到消息，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，撤走了援助我们科研工作的全部专家。
并毫不留情地带走了所有的资料。这项事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的，如今没有了专家的指导，没有了实验所需要的参考资料，使得刚刚起步的实验陷入了被动。遭此突变，我们的工作遇到了巨大的考验和挑战。